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网红，我现在人在中山北路上面的一家叫做什么 PPP 一个展览的地方啦今天来参加的是 GOGO 的活动，看起来没有意外，就是 GOGO 3的 Delight。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接着看一下发表记者会上面他们讲些什么东西吧。他们今天算是一个春季的发表，非常的春啊。他们这次呢，重点就是发表了 GOGO 3的 Delight。那有什么差别呢？我讲一下重点啊。它轮圈从前面的13、14寸改成了12寸的，所以呢，也让它的坐垫高，就是座椅的高度下降了，所以达到了75公分呐、之前是77，现在变成75了。另外这一点 Delight 上面呢，还有加上了自动的倒车，这是它增加了倒车键的功能呐、城市上面就会比较轻松的，可以从车阵，也不算车阵呐、停车就可以倒出来啊那啦。然后这里呢，也是采用了省力的中柱，然后还有一个81公分宽的坐垫呐、坐起来应该算是蛮舒服的啦。然后还有3个新颜色，总共有绿色、蓝色跟粉红色。然后他们这次主打的东西呢，叫做渐层。虽然它的色系是一样的，但是它的前面跟后面呢，是呈现不一样的光泽跟不一样的颜色的深浅。Verde 绿，好，他说那个不是英文发音，所以我也不是很会念。另外这个呢是 Aqua 蓝，然后这个呢就是 Rosso 红。但是 GOGO 3一般的版本呢，它也是把它的13、14寸的轮圈降到12寸了，所以其实它的坐垫高、座椅的高度呢，也是往下调，达到了75公分高啊。那大家可能会问一句话，就是说 GOGO 3呢，跟 GOGO 3 Delight 有什么差别？差别就是有3个新颜色跟倒车的功能啊，这就是差别。然后这差别价差，对不对？总共差了3000块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另外呢，他这次 GOGO 他们也是官方有宣布了一些新的服务，还有新的未来展望啊。切款，在今年的 GOGO 我们想要做一个3个很重要的一个承诺。第一个呢，我们今年当然会继续在通路布局去深耕台湾。第二个事情，我们今年呢会以顾客为先，会有一个十大的一个保障。GOGO 十大保障，我们可以说是业界里面最高的标准。我们也希望秉持着这个精神，继续服务我们全台湾的车主。第三件事情，我们刚好特别提到太旧换新，所以我们也特别针对太旧换新推出了一个免费服务。所以消费者很简单，他要检查一下他的行照，确定他的这个旧的车辆符合太旧资格，当我们是买车，接下来我们就会把他所有的太旧服务一次做完，而且重点是这是完全免费的。在今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在全台湾会有超过100家的 GOGO 门市，服务中心会到150家，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有超过1000家的传统机车行，会有什么？会有所谓的 GOGO 的这个推广中心。今天到5月31号为止，你只要买 GOGO 的车辆，除了 V8 以外，你买 GOGO 车辆，你都可以获得一个免费的第3年的延长保护。这是我们对于消费者今天推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促销活动。另外他们为了庆祝 GOGO 3 Delight 的上市，所以呢，他们推出了这些新电池。颜色比较缤纷，它不会只有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而已，它会放到各个的换电站啊，大家可以去碰碰运气，看可不可以换到这些新电池啦。好了，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啦那是介看我影片哦，帮我起一个赞加分享啊。啊，若是要跟我开讲，还是有啥物话要讲的，伫下面跟我讲一声吼。叫你就对了。好了，网红去哪里？下次见，拜拜。新品上市一定要带一些好康给大家嘛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为了庆祝 GOGO 3系列全新改款，消费者只要购买 GOGO 3系列，包含 GOGO 3 Delight， 我们就会送你一个国民购车礼。国民购车礼里面就是包含一个蓝牙耳机以及一顶安全帽。